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是一个三乘三的这个九宫格啦，啊，每一列加起来的数跟每一行加起来的数，啊，跟对角线加起来的数都要一样。那现在已经摆好三个数字了，那他要你完成呢这个表格啦。好，那首先我们看哈，这一个跟这个要一样嘛，这是共同的嘛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这两个加起来，所以这应该多少？应该是119减掉95啦，所以这应该多少呢？这应该是24啊，应该是24，这应该是24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哈，这个加起来跟这个加起来一样，这共同的嘛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这两个加起来，所以这个应该多少？应该是124，啊，减掉19，这是5，所以这应该105了，这应该是105，好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全部加起来是多少？这是205了，205哈，205嘛，加上95，300啊，也就是每一行每一列或每一行或对角线加起来都是300。那既然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个应该多少？应该是300减多少？300哈，减掉124。这应该是多少呢？应该是176。这应该是176。那这个呢就是300哈。减多少？这两个相加是176加上95嘛。11积17积271啊。271 9应该是29。29没错。好，那300减掉多少呢？300啊。减掉这个这是129啊，129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是129，117，这是171啊，那这应该多少？300减119，300哈，减掉119啊，这11，9减1，8，181啊，这是181啊。那这样这个表就完成了。